大家好，这里是巧巧手工坊。现在我们为大家录制的是发财树的视频教程。首先我们从发财树的底盘开始制作，先剪一条鱼线，长度大概有一米多，穿四颗黄色的珠子，把珠子放在鱼线大概中间的位置，取其中一条鱼线倒回，回穿一颗珠子，拉下来有一个这样的圈，再从这个圈里面把另外一条鱼线拉出来，然后这里形成了一个结头，再把这个结头拉到这颗珠子中间去拉紧，这个就是串珠的手法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去制作。现在我们分左右两条线，这边是左线，这边是右线，左线穿两颗回线，右线穿一颗，把结头拉紧。接下来做法相同，左线两颗回线，右线拉出来再穿一颗套进去，然后拉紧。接下来也是一样的做法，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七个同样的柿子圈，这样子的一个圈里面有四颗珠子就叫柿子圈。现在做了有七个，七个之后呢，我们在左边这条线加三颗，直接回线，把右边这条线拉出来，结头拉紧。那么现在有二四六八八格，这就是一排一排八格。接下来我们往下做。左线右线，左线穿三颗回线，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相同的都是做四指圈，后面的做法相同，沿着这条边走下去都是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。那么现在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接线。接线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先把珠子穿好，然后回线，把这个线穿从结头里面穿过来，结头拉紧拉在珠子下面这个位置，先不拉进去，剪一条新的鱼线，把新的鱼线从这颗珠子上面穿上去，拉上来，就得那两条鱼线结头拉到珠子中间去拉紧，然后两边线头各回一颗珠子，把线尾剪掉。接下来新接的这条鱼线呢，两个线头拉齐，继续往下做，右线过一颗，
左线加两颗。最后一圈，这一排最后一圈的时候，右线先过线，然后把它翻过来，在边上这条线加两颗珠子，然后这就是第二排做好了。线头呢，我们要保持在这颗珠子上面，然后接着往上做第三排。我们总共要做五排一样的。开头的第一格都是左线加三颗，接下来都是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。
那么现在已经做了有五排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排。这边的宽是五排，长度是八排。这个尺寸。接下来我们左线，这条线是左线，这条线是右线。左线穿三颗。把拉紧，然后再把它折下去，折成九十度这样子，然后右线过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做四指圈，后面的做法都是相同，围绕着这四个边去做。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
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已经是这一层的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右线过线又过两颗，过到这个位置来，两个鱼线中间有三颗珠子，左线再加一颗，这一层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转个方向，一线两条鱼线在这个位置，在对面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左线，这边是右线，接下来左线加三颗，一颗黄色，一颗红色，一颗黄色，回线打结，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一颗红色，一颗黄色，做四组圈。接下来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一颗红色、黄色，后面的做法都是相同的，围着这一圈去做。那么大家在制造这个底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鱼线的线头拉到珠子的中间部分，然后两边一定要拉紧拉紧，这个底盘一定要做得很硬很结实，等一下才能把我们那个树跟树杆给树杆给撑起来，太软了就不行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左线加两颗红色，一颗黄色，因为这个是转角的地方，所以这边要加两颗红色的。
这里到了最后一层的最后一层的最后一格，然后左线加两颗红色的，在这个黄色的柱子上面回线回穿，然后从这个圈里面把这条线拉出来，再把这个圈拉紧，结头拉进去，拉到黄色柱子这里，两边拉紧，接下来下面这条线接下来就往下面穿一颗，往底下这个柱子穿一颗，这边这条线过两颗线，最后把线头剪掉。底盘上面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下底部，底部的四个角，四个角我们是在这个四个角落的四足圈上面加的，四足圈上面的，先剪一条半米长的鱼线，大概有半米多，在这一圈四颗珠子上面穿鱼线，找一颗珠子中间没有接头的珠子，把鱼线在这里起线，两边拉齐，左线加三颗，做四足圈，拉起，给它这样子立起来，右线过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到这个位置我们本来是要过线挂到这颗珠子上的，那么因为它做的时候这颗珠子上面已经有一个接头在里面穿不过去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孔里面穿下去，从这个孔穿到底下，然后再从底部跨出来，对面这个孔跨出来，也是相当于过线，从底下绕过来，然后左边再加两颗，同样的这颗珠子上面有接头过不过去，也是从底下跨过去，然后再过上来，过这颗珠子上，左线再加一颗，最后在最顶上的这个四足圈上面回线回一圈，打个结头，把这一圈回紧，在这里回线，线头拉出来，结头拉进去，左右两边线各回一颗珠子，线尾剪掉，一个角我们就加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加其他三个，方法都是相同的。
现在四个角我们也加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中间这个位置做一个叉竖杆的柱子。先剪一条鱼线，底盘这个底部中间的这一排一共有五排，那么我们找到第三排，中间这排，中间这排数过来，中间的两圈，一二三，第四跟第五圈在这两圈里面加。先找一个没有接头的柱子穿鱼线，在这颗柱子上穿，在这里起线，一线穿上来。左线加三颗，回线，把接头拉上来。接下来右线过一颗，过右边这颗珠子。加两颗，同样都是做四组圈。这边做两个，然后转过来，右线过这边这颗珠子，过不过去的时候可以从底下跨过来。接着左线加两颗，然后从下面这边过线，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右线再过一颗。左线加两颗，最后这边右线过线过两颗，过到这颗珠子上面来，从底下开始穿。左线加一颗就可以。这里呢就做了一个长方形，侧面有一格，前后呢就有两格，是一个长方形，都是四组圈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两层一样的四组圈。
三层我们已经做好了，一二三，有三层。接下来找到我们的扭好的竖杆，还有一根半截的铁丝。先用这个铁丝穿到竖杆这个根部这个位置，有个孔，穿过来，然后再从这个柱子中间穿下去，可以看到有两个孔，穿到那两个孔里面去，从底部把两根铁丝拉下来，跟着这个竖杆插到这个柱子中间去，插进去。底下拉上来，拉上来之后呢，底下这两根铁丝把它拧成一起，拧在一起，拧紧，这样就比较稳固，不容易掉下去。拧好了之后，再用钳子把它剪，把后面一部分剪掉，来把这个压平，压下去，压弯。接下来这个位置要回线回一圈，在这颗竹子上面回线回一个结头，拉紧，把结头拉到竹子中间去，最后两边鱼线收一下，各过一颗竹子，把线尾剪掉。接下来找到我们配了两颗黄色的小珠子，因为这个竖杆中间这个柱子还有一些空位，所以它可以摇动，我们塞两颗实力的珠子进去，这样子效果就会好一点，就不会有那么松动。接下来我们来加叶子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竖杆，它一共有四层，把这个掰下来，这是第一层，放下来。第一层它总共有八个枝，每个杆有两个，一共有八个枝。第二层有六个枝，有三个杆，每个杆两个枝。第三层有三个枝，最后一层有一个，加起来呢总共是十八个枝。那么我们先从第一层开始，先找一把这样子的斜口钳，两个枝分开一点，然后取一根铁丝，这样子绕两圈，绕两圈之后呢，穿一颗花朵珠，再穿一颗红色的仿珍珠，这个长短啊，根据个人的喜欢啊去放，比如我要放到这个位置，这么短，短一点呢就相当好看一点。把它压平，这样子压平，然后这个铁丝从这个太阳花这里
穿下去这个孔，穿下去，再用钳子从底下把这个鱼铁丝拉下来，拉紧，慢一点拉，然后拉紧柱子卡在太阳花中间，然后再把多余的铁丝剪掉，留一小节，留一小节压紧，压在这个太阳花这上面，就不容易散掉。那么一个枝上面呢，一共有七个小枝，那有一根小枝我们要留起来，等一下要穿元宝，其他的六根小枝都要穿这个花朵。同样的做法，每一朵花穿的位置尺寸尽量都要一样长，这样子才比较好看。那么我们六片太阳花就穿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在这根留下来的这根铁丝上面穿一个元宝，再穿一个仿珍珠红色的，再穿一片铜钱，这杆子弯下来，弯在铜钱跟这个仿珍珠相接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手握着铜钱扭两圈，把它扭在这上面，再把多余的铁丝剪掉，这一个枝我们就加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做这边的，那么18个枝都是跟这个一样的做法，相同的做法。
那么第一层我已经做好了，因为这个加这个叶子跟元宝呢，这个方法都相同，每一个杆都是一样的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大家照着我刚刚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。上面这些杆呢我就不加了，只要照着我的方法把这些杆先放下来，然后分开两边给它绕一圈，然后一个杆上面加一朵元宝，一个元宝6朵叶子就可以了。